最佳先发阵容、啊，反正就这样。最佳歌单奖，最佳歌单奖拿到，这个真的很幽默，我很喜欢的。这个真的很幽默。等一下。先讲一下，讲啊！我真的觉得人家说我有偶像包袱，真的。不是啊，你弹琴的，你到底要怎样动啊？我要对着麦克风，我怎么可能讲？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好，就这样。战俘啊！这也没什么。大小啊。跺脚、啊，好，可以，喂，其实我也不稀罕。
带我去，夜里有带我去唐朝，去唐薇薇身穿地下曲线的关羽，或是你想把流行的歌在梦里用，或是你不说话，一直游泳，或是你不说话，一直游泳。Show.